欢迎来到马奇决战的世界。马奇决战是 TCG 游戏， TCG 是集幻式卡牌游戏的简称，收集卡牌，交换卡牌，享受对战乐趣的游戏。不了解 TCG 是何种游戏也不需担心，与正在决斗世界中旅行的雷米尔和莎拉一起，从现在开始会自然的了解。择一个位置进行召唤，您的对手选择了获取资源，轮到您了。您的对手获得了额外的资源，召唤的召唤兽出现了，轮到您的回合。强力的召唤兽已抵达，您的对手获得了额外的资源。回合，您获得了额外的资源，您的对手选择了获取资源。收集的资源，您打倒了一只敌方召唤兽，您的对手选择了获取资源，您失去了一只召唤兽。您收集的资源，对手收集了资源，轮到您的回合。您获得了额外的资源，对手收集了资源，
兽出现了。您召唤的强力召唤兽出现了。您的对手获得了额外的资源。轮到您的回合，您选择了获取资源。对手收集了资源。集的资源，您打倒了一只敌方召唤兽，您的对手选择了获取资源。现在开始是您的回合，您的对手选择了获取资源。获得了额外的资源，决战是使用十二张卡牌所组成的套牌来进行游戏。十二张卡牌要如何组合比较好呢？只要了解几个基础概念，新手玩家也可组合出强大的套牌。首先，选择几张自己喜欢的卡牌，点击卡牌，可以看到关于卡片的相关说明。仅脱一卡片，将它放入套牌中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剩下的会自动设定，点击完成按键的话，会依据整体平衡自动配置套牌。如果不满意自动完成的套牌，可以删除卡牌，放入其他卡牌来重新编辑。这样的话，不管是谁，都可快速又简单地组合出强力的套牌。拥有越多卡牌的话，可组成更多套牌来展开各种战略。在卡牌商店购买补充包和纸套牌，变得更强。